points. OK， 来，所以你们可以开始点名了。我数不到。所以你们可以开始点名了。啊，所以那些刚进来的学生，你们可以开始点名了。OK， 所以你们可以开始点名了。好，所以我们就是继续上一次停留下来的那个 Down syndrome 的部分啊。OK， 所以如果我的声音小声的话，就是你们记得跟我讲啊。OK， 所以这里我就不拖那么久了，所以我们就是 continue 上一次停留下来的部分啊。OK， 所以上一次就是会有讲到关于到那个 meiosis 哦，加 meiosis 2， 然后就是有跟你们也是有跟你们提过呢，就是讲 meiosis 2它的那个解释。哦，不是 meiosis 1跟 meiosis 2啊，它的解释呢，其实就是你要看好好来那个 chromosome 的名字啦 ，OK， 你要看好好来 chromosome 的名字。所以尤其是呢 meiosis 1的话，你要注意它的 prophase 1哦，对啊，因为它的 prophase 1它就是会有两个 process， 一就是 synapsis， 二就是 crossing over。啊，然后呢，你全程呢 meiosis 1的话，它就是会一直都是出现 homologous chromosome， homologous chromosome， homologous chromosome， 直到呢 meiosis 1的那个 telophase 1， OK， 所以呢，它的 homologous chromosome， 好，它就是会变成 sister chromatids， OK 吧，它就是会变成 sister chromatids 哦，然后呢，它的 chromosome number 就是会变成 haploid。Yeah, 会变成 haploid、啊、就是说它的 chromosome 的 number 它的数量减半 OK 所以呢过后呢它就是会它就是会 cytokinesis、哦、然后分裂变成两粒细胞啦、yeah, 所以 meiosis 1它到最后它会分裂变成两粒细胞、yeah, 所以呢它在 proceed 变成它在 proceed 进入 meiosis 2的话呢Okay, 所以 meiosis 2的话它的解释其实就是跟 meiosis 一模一样、okay 啊、meiosis 2它的解释其实就是跟 meiosis 一模一样 OK 只是呢到最后 telophase 2那一边 OK telophase 2那边它就是会有四个 haploid OK after telophase 2的话呢它如果 undergo cytokinesis、啊、它就是会得到四个 haploidthe daughter cell、yeah, 四个 haploid 的 daughter cell 就是会有四粒细胞的意思啦、yeah, 所以其实你们课本呢就是会有这个 diagram 所以你稍微看一下其实它最后就是会变成四粒细胞啦、yeah, 四粒细胞哦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昨天我讲到的然后当然它会有一些 issues 啊如果这一些 cell division 它没有很好的受到控制的话啊、它就是会讲讲呢它就是会导致 cancer 咯、啊、所以除了 cancer 以外、okay, 除了 cancer 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常见的还有另外一个常见的呢就是我们的那个所谓的唐氏综合症 Down syndrome OK 吗
唐氏综合症 Down syndrome。 所以这个 Down syndrome 呢，它其实就是讲到 chromosome fail to separate， 对啊，如果它的 chromosome 分裂到不好的话， OK， 它意思是说一个细胞拿到 extra， 另外一个细胞少的话呢，它很有可能分分钟钟会变成 Down syndrome，对啊，它很有可能分分钟钟变成 Down syndrome。 哦，所以 Down syndrome 的话呢，通常呀，通常啊，在你们课本里面应该是有的。 OK，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photograph 6.6 那边，所以你可以看到哦，第21对 OK 21st pair， 它就是会有三条 chromosome。啊，因为在我们的 human karyotypes 里面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human 的 karyotypes 哦。OK， 我们有23对到完全部嘛。OK， 前面1到22呢，就是我们所谓的 autosome。OK， 我们其实是会有分为两个 category。Sorry 啊，看一下。OK， 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就讲到 human 的 karyotypes。哎呦，不能缩小了。OK。我们就是会讲到 human 的 karyotypes， 给我擦掉。好， human karyotypes。 OK， 所以呢我们总共就是会有23 pairs。 OK， 然后其中22 pairs 呢，我们都是属于 autosome， 对吗？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一 pair 的话呢，我们就是 sex chromosome。 OK， sex chromosome 的话呢，我们通常就是会有 XX 或者是 XY 咯。 OK， 所以呢你可以看一下这一个 human karyotypes 啊。 OK， 我们有23对嘛，所以前面22对都是 autosome， 最后一个就是 sex chromosome， 就是决定我们的性别的啦，yeah， 就是决定我们的性别咯。所以呢那个 autosome 里面啊，尤其是第21对，第21对的话呢，他突然 extra 拿多一条 chromosome 的话，他就是唐氏综合症，对吧？他就是会变成唐氏综合症啊。OK， 所以唐氏综合症的话，他就是会有一些些特征，比如讲啊，在你们课本里面的 standard growth， 对吧 ？standard growth 就是说他们不会长得很高，就是矮矮的。然后呢 ，mental retardation， OK， 就是他的智力就不好咯，呀，然后你可以看到他有 protruding eyes， 就是说他的那个眼睛就是会有大概好像斗鸡眼这样了，呀，我们就叫slanted eyes 啊 ，sorry， 我们就是会有 slanted eyes 啊，就是说他的眼睛会斜一边哦。然后呢 ，protruding nose 的话呢，他的鼻子就是会稍微讲扁，呀，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他的特征啊。OK， 所以除了 body growth 里面 body growth 它被 standard 以外，然后 mental retardation， 然后甚至是它的脸，其实你可以发现到唐氏综合症呢，他们的脸其实大概是差不多一样的，它就是会有一些些特征的，对啊，所以眼睛斜一边，然后鼻子也有问题，然后鼻子的形状也是奇怪的啊。OK，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唐氏综合症他们其实是怎样来的呢？哦，其中一个呢在你们课本里面讲到的就是 non-disjunction。 OK， non-disjunction 的意思呢在这个啊， OK， non-disjunction 啊，在你的 figure 6.8 那边，它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跟着这一个的话，它意思说 chromosome don't split apart 的意思，就是说它的 chromosome fail to separate的意思，所以我们就叫做 non-disjunction， 对啊，所以我再重复的一次哦， non-disjunction 就是其中一个导致唐氏综合症的，所以大部分的唐氏综合症呢，就是因为是 non-disjunction 的缘故， OK， 所以才会导致有就是会生出唐氏综合症的 baby 啦，我们这样讲啦，所以呢，你可以看一下，我们有两个不同的 scenario， 一个呢就是健康的， OK， 所以呢一个就是普通哦，你可以看到它 meiosis， 它生出来的那个 gametes 呢， OK， either 就是 sperm 或者是 ovum， 它们就是23 23，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一个就是左手边呢就是 normal 咯，只是呢右手边 OK，
啊，右手边哦，看到、啊、？OK， 你看到哈，一个是24，一个是22。真正来讲的话呢 ，normal 的话，你的精子或者是卵子必须是要23。OK， 它不能多过，也不能少过。OK， 所以呢，这一个呢，你可以看到右手边的这个哦，因为它发生了 non-disjunction， 就是说它的 chromosome 可能分分钟钟在 anaphase 那一边不能 separate， 或者是 fail to separate， 就说可能出错了，所以呢，就导致一个细胞会有24，另外一个细胞就会有22。当23跟24结合的话呢，它就是会变成47咯。看到23加24等于47咯。所以呢，第21对那边，只要它出现三个 chromosome 的话，就会有唐氏综合症。Okay 啊、所以或者是我们讲称之为 trisomy 21。可以，你女性的话呢，她们结婚、她们生孩子的话，其实她有那个岁数的。Okay 啊、太年轻生孩子，或者是太老生孩子。唐氏综合症的几率是很高，你就是要阿嘎阿嘎中间那边。我其实是有给你们一个表啦、啊、过后我会 show 给你们看、okay 啊、所以可以避免的，就只是因为这一些东西是 random， 我们讲很 random， 所以呢通常建议呢就是你、有那个 baby 还没有成长之前啊，就是最好就是给 doctor check 一下咯、哦、就是 check 看他到底有没有问题嘛，所以这一些其实是可以 check 的啊、就是说你的精子跟卵子受精了过后变成受精卵啊，其实然后再变成胚胎的话呢，其实是你最好就是给 doctor check 一下啦、啊、最好就是 doctor check 咯。22通常会死掉、啊、22通常会直接死掉、啊、这个 gamete 通常会死掉的，少的话通常是会死，多的话可能会活下来，通常少的那一个会死的。 OK，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一个呢就是讲我们 normal 咯，你看啊，一个 human， 哎 hello sorry， 因为不 stable 啊，因为不 stable 啊。 OK 啊，我再重复一下啊，这一个呢就是 normal 的哦，就是说如果我们的 meiosis 啊，它就是要用来 produce sex cells 嘛， OK， 或者是我们的 gametes 哦， OK 啊、哦、所以呢一开始它是从46，然后它 undergo 两次 meiosis 嘛，这一个就是 meiosis、哦、所以呢 meiosis 过后了呢、哦、它就是会产生出两个不一样、啊、就是四粒不一样的细胞了。Okay， 两次 meiosis、哦、这个上面是 meiosis 1， 下面就是 meiosis 2、okay 啊、所以呢这里的话你看每一个 meiosis 2的产物、啊、它都是完美23 23 23 23，然后跟精子结合受精了过后啊、产生出一个完整的46的、啊、受精卵咯、啊、所以这一个就是一个 normal 的啦。 OK OK 啊，上面是 meiosis 1， 下面是 meiosis 2、哦、OK， 所以这一个就是一个 normal 的咯。只是呢如果它发生 non-disjunction 的话它会是怎样呢？ OK， 所以我们来看啊，所以其实这里呢我是不可能把所有的 chromosome 画出来到完全部，我唯有呢只能画的就是在第21堆的 chromosome、okay 啊、因为通常呢如果我们讲唐氏综合征的话我们就是要看第21堆 OK 21那边出错、okay 啊、所以呢这一个呢全部都是 show 第21、okay、当然其他的都有啦，只是不可能全部画到完的嘛，所以我们就只是 focus 在第21堆咯。 OK， 所以呢 non-disjunction 呢通常都是大概是 95%Yeah， 就是说 95% 的 case 都是来自于 non-disjunction， 所以呢它的 chromosome fail to separate、啊、就是说突然间出错 chromosome 不能分开，然后呢好死不死呢你那一粒细胞刚刚好就是跟精子或者是卵子结合、啊、那个就是算你衰啦，我只能这样讲啦、yeah， 我只能这样讲，那个是算你比较衰咯，然后 face problem 我只能这样讲啦。可是呢这里的话你可以看到它会本来 normal 的话呢第21堆他们都是拿到一个了、啊、normal 的话啦第21堆的 chromosome 他们都是拿到一个，然后跟精子结合啊，它就两个咯、okay？ 可是呢这里的话
它分出来它就两个了哦。啊，如果它跟精子结合的话呢？哦，跟精子结合的话，它就变成三个哦。OK， 所以变成三个的话，就是讲它会有唐氏综合征哦。当然，旁边的呢，二十二的话，就是说它的二十一对是完全没有零 zero， 所以呢，这一个通常是会死掉了。OK， 活下来的就是二十四。OK， 空的呢，通常会死掉。啊，所以呢，或它可能是在 meiosis one 那边出错喽 ，meiosis one 的 anaphase one 出错。啊，它在 meiosis one 的 anaphase one 那边出错的话，啊，分裂不成功喽。Yeah, 或者是呢，它也有可能在 meiosis 2的 anaphase 2那边。Yeah, 总之呢，它出错是在哪里呢？就是在 anaphase 那边哦。Yeah, 哦，所以它出错呢，就是在 anaphase either 就是在 anaphase 1或者是 anaphase 2 yeah, 导致它的 chromosome 不能 separate。看啊，你看 anaphase 1的话。第一个它就变成二十四了 ，OK， 或者是呢啊，一开始 anaphase one 它分裂的很成功，二十三，可是呢 anaphase two 的时候就突然间出错，变成二十四，看了，所以我只能讲这个是衰啦 ，OK， 这个我只能讲是衰咯，哦，所以它 either 可以发生在 anaphase one 或者是 anaphase two 啦，哦，然后呢，如果精子结合的话，OK， 哦，精子结合的话呢？哦，你看它就变成三个去，啊，三个，哦，然后那个两个你就不用看了啦。所以呢，这个三个的话就是代表它第二十一对会出现三个 chromosome， 啊，所以它的几率就是可能是会在 anaphase one 或者是 anaphase two 咯。所以呢，这里的话我就是给你们一个 link， 其实呢你们可以就是去。啊 ，click 这个 link 来看一下比较完整的 video 啦，啊，所以呢，这一个就是解释 Down syndrome 是怎样来的。诶 ，freeze 他们的 egg 啊，通常这一种呢，因为是在 in vitro 试管婴儿，所以他们是会 control 到好好的，所以出错的几率是不会很高。OK， 出错的几率是不会很高。Yeah, 因为他们受控制，他们 control 完，所以如果出错的话，他们一定是会 remove 掉的，然后再重新开始过的。Yeah, 哦，所以呢，不单单是可能是 egg 哦，也有可能是 sperm 哦 ，sperm also can non-disjunction 啊 ，OK， 所以这一个就只是告诉你们 ，sperm 也有可能会 non-disjunction，OK，、okay? 不只是单单 egg 不了，哦，不是 egg cell 不了啊 ，sperm 也有可能，所以就是这样了哦。它这里就是讲它分裂不成功了，所以你必须要背这一个keyword 起来 ，non-disjunction， 看 non-disjunction， 然后呢 ，Down syndrome 就是 trisomy 21， 就是第二十一对那边它有三个 chromosome， 看，因为通常我们只有两个 chromosome 不了，现在它出现三个，看，所以这一个就是 Down syndrome 啊。所以这里 OK 吗？可以吧？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就是在 proceed 哦。OK， 它的解释其实就是可能会发生在 anaphase one 或者是 anaphase two。OK， 然后 chromosome fail to separate， 这些是你们的 keyword 啊。OK， 所以呢，这里的话就是给你们看一下它出错的几率咯。啊，就是说会有 Down syndrome 的几率啦。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哦，如果你二十岁就生孩子的话，啊，它的几率呢就是会越来越那个的，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二十岁的话呢，它就是 one in 2000，二十一呢就是 1 in 1700，就是说1700个人里面会有一个人是会有 Down syndrome， 啊，一个会出现 Down syndrome 啊，意思是说妈妈的年龄啊 ，OK， 妈妈的年龄的话呢，可能她二十岁生孩子的话。啊，他可能年轻力壮啦 ，OK， 所以 Down syndrome 的出错几率是不会很高咯。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随着年龄的增长 ，OK， Down syndrome 的几率会越来越高。尤其是你可以看到49岁才来生孩子的话呢，10个 case 会有一个是 Down syndrome。
那十八仙的几率会是 Down syndrome， 所以呢，通常年老的女生，如果她们生孩子的话，建议呢就是去 check 比较好。啊，因为她出错几率真的是很高啦。OK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哦，这一些都是她的 ratio、哦。OK， 所以 maternal age 啊，通常他们是会看女生啊，然后男生的话呢，通常。女生那一边会出错啦，通常啦，我只能这样讲啦，通常啦，诶，男生的话是会比较少一点哦，啊，通常我们都是会看女生那一边啦，啊，因为女生呢，他们会 menopause， 他们会停经，受精卵，因为受精卵他们已经结合了，啊。他们已经结合了，所以结合了呢，他们就是如果他有他分裂不成功的话，你受精下去的话呢，你肯定就是会有 Down syndrome 的。你讲之前的话呢，其实这一些 case 啊，我只能讲它是很 random， 因为毕竟你 meiosis 啊，它不是分裂一次罢了，它可能分裂一千次，可能分裂一万次，我们都不知道。你都知道我们。搞完哦，男生哦，我们的 meiosis 其实是分裂很多次哦，呀，然后呢，女性的话，卵子也是一样 ，OK 啊，卵子也是一样，会分裂很多次，所以呢，这些几率呢，出错几率也是有的，所以我才来讲咯，就是看你好彩不好彩咯，你真的很 lucky 的话，这样也给你搞中的话呢，就真的是是要看听天由命啦，我只能这样讲啦。可是这一些其实是，你要讲避免的话呢，就是早一点生孩子哦，会比较好啦。呀、yeah, ，早一点生孩子，啊，早一点生孩子啦，是会比较好啦，不要太老啦。哦，因为太老的话呢，他们就是女性大概是四十多岁就是停经啊，我跟你讲。哦，因为这一个阶段啊，四十多岁啊，他们已经是差不多要 menopause 了。OK， 所以就要他们 menopause 前就是要生孩子啊。OK， 人一老什么东西会出状况了，其实就是这样的。OK， 你一老不了，你的免疫系统就是会下降，你的那个些器官呢、啊，就是会渐渐的会出现问题，其实是 normal 啦。对啊，就像跟你们买一辆车这样咯。OK， 一开始它是很紧的，可是你用了十年过后，它就是坏了的。所以我们人体也是一样咯，啊，你老的话，它就是会出现很多问题啦。OK， 所以呢，这个 Down syndrome 它其实就是会发生在第二十一对哦。OK， 记得二十一对，然后呢，它会拿到 extra 一个 chromosome， 导致它变成三条哦。OK， 所以我们或者是叫这个 condition 叫做 trisomy 21。OK， trisomy 21，所以它的症状呢，就是可能就是 mental retardation, slanted eyes 就是斗鸡眼 ，OK， 然后 slightly protruding tongue，OK、okay, 等等之类，所以这一些呢都是，它的症状啦，呀、yeah. ，Down syndrome 唐氏综合症哦，所以其实你们可以去看，谷歌还是什么的，因为他们的症状呢，他的脸其实是差不多一样的，我只能这样跟你讲啦，他的脸呢差不多一样。然后他们弱智咯，可是呢还有一样的就是他们其实是很短命的，他们寿命是很短的 ，OK， 不会像跟我们普通人那么长。然后呢，他们 mental retardation 那一边呢，通常小的时候他很难看到，他就是要变成过了啊、就是一定的岁数，你才可以渐渐看到他是 Down syndrome 的特征的。呀、yeah, ，他一开始不能医的，已经是。定了，你要怎样医哦？因为你每一个细胞都是会有 extra 一个 chromosome， 除非你可以把所有的细胞全部都换到完了，OK， 从头到尾换完全部完就可以了。可是不可能嘛，这个，因为我们现在科技很难医到了，除非呢，我们的那个有一个科技叫做 CRISPR，OK，、okay? 这个我现在是讲多 extra 的啊。除非我们有一个 technology 叫做 CRISPR，CRISPR， 好，
CRISPR 咯，就是说，换我们的基因咯。哦，这一个其实是还是在初步的研究啦。哦，其实还没有成熟哦，这一个 technology。哎，只是目前呢 ，Down syndrome 是不能医的，除非你就打掉你的那个胎哦。哦，堕胎哦，我们讲。OK， 所以就是要看个人呐、啊，所以就是通常。他们还没有，就是那一些 fetus 啊，那一些受精卵啊，它还没有真正变成胚胎之前，哦，所以就是最好就是 check 先啊，不然的话你们就是要养它一辈子。OK， 就是看个人啊，有些人就是选择性打掉这一个胎儿咯，是看个人的观念而已啦。啊，所以这个就是 Down syndrome， 然后呢，Down syndrome 刚才我就是讲嘛，除了 non dysfunction 以外，可能就是分分钟钟它的 chromosome。它的染色体那一边变异都有可能、啊、变异其实这一个东西是 extra 啦、啊、OK， 所以不是我们的课程里面哦，所以因为我们讲 95% 通常都是 non-dysfunction 啦，还有另外的 5% 其实其中一个就是这一个啦、哦、变异啦，我们讲我们的那一个 chromosome、啊、突然间变异、哦、导致它变成有21对、啊、这一个也是有可能啦、啊，所以这个呢其实是 for your info only 啦、哦、你要的话呢你就读一下咯、哦、其实不是我们课程里面啊，所以就 for your inference only,、啊、for your reference 啊 OK 吗？所以还有什么问题吗？好、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cell division 就是完了啦、啊、就是这样吧OK 吗？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就是要接下去下一个章节哦。因为这里的话呢，我们的评测，我们的统测啊，可能就是会到第12章。OK 啊，分分钟钟，你就先 stand by， 因为还不是说很清楚啦。就我只是能 confirm 的就是第6章跟接下来的第12章肯定是有出现在统测里面了。至于第13章。我 suspect 应该会有了，因为毕竟很多班都有上第13章、啊、所以就要你们 stand by 一下咯、啊、所以统测可能就是13、6跟12 Form 4 OK， 所以我们今天就上完第6章了、啊、OK， 最好呢这一个章节你最好就是温习一下，因为毕竟它有太多个生词了、啊、所以最好就是温习一下啊。Okay， 所以呢这里的话呢其实就是它的那个什么 meiosis 的 importance 啊，只是这里的话呢其实是我放 extra 咯，我就是怕等一下它就是突然间出现 K8 的问题的话至少可以给你们知道。Okay 啊、所以其实 meiosis 呢它就是要 ensure 我们的 next generation 是 diploid 的。OK， 虽然 meiosis 它产生出的 gamete 是23。可是呢两个结合的话就变成46咯、啊、他们受精了过后它就是会变46，所以呢 meiosis 其实就是会 ensure 我们的下一代都是46、啊哦、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其中一个重点、okay？ 然后呢另外的话呢其实 meiosis 刚才我有跟你们讲嘛， meiosis 呢其实它的精髓就是发生在 prophase 1跟 metaphase 1。OK， 毕竟 prophase 1呢我有讲过我们有 crossing over、yeah， 就是说那一个 non-sister chromatid、啊、OK， 为什么我要叫 non-sister chromatid 呢？因为一个是来自于爸爸，一个是来自于妈妈。 OK， 所以你必须要解释用 non-sister chromatids。 OK， 所以他们发生了 crossing over， 所以基因交换，所以它就有变异咯、哦、或者是它在 metaphase 1那边，因为他们的这一个 homologous chromosome 乱排 ，OK， 它没有次序的排，它就是乱排咯，随机排列咯。所以呢，分裂了过后呢，每一粒细胞它们的基因是稍微不一样的，对啊，所以才会有出现一个孩子是卷发，一个孩子是直，他的头发是直的，很顺的，哦，另外一个呢是卷发 ，OK， 所以这一些都是变异的其中一个因素啦。所以这一些都是 meiosis 的、重点哦。所以如果考试有出现的话，你其实就是可以写这两个 point 啊，一就是 maintain diploid，
二呢，就是它会 produce genetic variation， 是吧？所以这一个就是 meiosis 的重要性，可以吗？好，所以这一个就是 meiosis 的重要性啊。所以这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就是要 proceed 接下去新的一个部分的哦。OK， 所以因为我们的时间呢还少过两分钟哦，所以我会先断开这个 meeting 啦，因为我 post video 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一点哦，因为毕竟下一个章节是另外一个 video 会比较好啦，所以我先断开这个 meeting， 然后你们再来 join 过 OK 啊。好，我就是需要断开这个 meeting 啦。所以这里呢 so far 还有什么问题吗？哦 so far 还有什么问题吗？所以这一个呢其实是我需要你们就是回家去读一下啊，在家自己去读一下，如果有什么问题就不要拍谁问就对了 OK 问呀，你不要没有读了你就来问我啊，不要这样啊，你最好呢就是读一篇你不明白你再问我我才能知道你不明白在哪里，对吧？啊，最好是这样啊，对吧？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就会先断开这个 meeting， 然后你们再来 join 过。然后至于 summative exercise 那边呢，我相信你们应该是可以从课本那边拿到。所以呢，我就是希望你希望你们就是可以做一下，对吧？就是可以就是。翻开了答案，你要写一下这些东西 ，OK？ 毕竟这一个东西呢，是你们的 practice 来的，呀、yeah, ，所以如果你要答案的话呢，其实我的那一个 slide 是有啦 ，OK？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我先断开这个 meeting 哦，你们再进来啊 ，OK？ 所以我先断开，三、二、一，给啊，先断开先。